葫芦娃救爷爷。我又来玩第五弹格了，竟然又是抓捕者。我发现单排很容易匹配到抓捕，这里我们依旧选择哑女。开局就碰到个白汤圆在跑，哈哈憨憨的撞墙了。可恶，让我逮到你就遭老罪了。给你们教学一波。拿来吧你。可恶，还有滚动。看好了。哎嘿嘿。继续追这个白汤圆。还有我挺长时间。他们好菜啊，表哥让我来玩。什么？表弟你要玩？好，那你来试试。看我的钩子。不是表弟，你行不行啊？失误了，这下不算。我以前玩第五人格很厉害的。不行就让我来。别急，我刚刚没手感。看好了，表哥，他们逃不了了。好好好，这个挠了一下。可以啊，表弟，差点小瞧你了。我就说我很厉害的，表哥，你看他都吓哭了。确实，表弟。气死我了，我一定要抓住他。我跟你没完，你等着我。别哭了，表弟，我来帮你报仇。看我的。可恶，把我表弟都气哭了。好好看，好好学表弟。哈哈，还躲在柜子里了。我给你报仇了，表弟。表哥你真厉害。哈哈哈哈哈，还在这挑衅，真以为我是表弟啊？别怪我没给怪你机会啊。我还没走呢就给救下来了。好啊，还撞我，都给我等着。好你白汤圆，还有你黄汤圆啊。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，怎么跟你连这么多呢？还救，根本没把我放眼里。给我过来。真当我是软柿子是吧？先塞一个。偷袭，不讲武德，我斩。又来。来，我叫你来。你挺能撞啊，小汤圆。我就知道。了吧，这小羊怎么自己起来了？再给他一巴掌。小羊是医生，第一个让他进去。第二个撞我的白汤圆，第三个黄汤圆，第四个小羊。给我发爱心了。算了，放他走。一直跑，好不容易给他逮到地窖口。走吧走吧，拿西亚。